CNC 的安装，先介绍一下部件。这是底板，装电机的，这是CNC 电机，这是螺丝、轮子等小部件。这是两个漏斗，单孔。这是两个布袋，这两种布袋总共四个，一个桶一个。这两个是支架，这两个也是支架。来，开始安装。现在安装的是吸尘器上的轮子，轮子呢需要安装在底盘下面。安装轮子用的螺丝是对母的，一个螺母，一个螺杆，一个螺母。装完之后需要用扳手拧紧一些。现在开始安装电机。电机呢有，一边有三个螺丝，有要需要装六个螺丝。开始安装这个金属三通，安装的时候呢，中间需要加那个密封垫，防止漏气的。注意一下方向，注意一下三通的方向。现在安装漏斗，漏斗中间的话也有这个密封圈，再一个注意它的方向，注意这个漏斗的方向。
给了我录下来。放下。开始安装铁桶。安装铁桶如果是个马路口要好好。因为演示吧，我就放了两个。安装支架呢，来固定这两个桶，把这两个桶呢分好。这个带钩子的这个支架是为了支撑布袋的，吸尘布袋的。
现在开始安装吸尘布袋。吸尘布袋呢是不一样的，带这个小口子呢是上面那个吸尘布袋，带这个呢是下面那个吸尘布袋，这个呢是为了让这个挂钩挑直的，不注意。开始安装三灯。这样的话，一个星期就安装完成。转一下，看一下。一个星期完整的，一个星期安装完成。节电那个啊，现在讲一下节电。你需要把那个接电的那个盖子打开。三相电呢，只需要接三根火线。这里有个线头，有三根火线，接三根火线，保证电机正转。如果电机反转的话，调换两根火线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安装完了。